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31面第三行。根拔入涅槃，这是八相成道最后的一段啊。经文只有两句：于此中下了而现灭度啊。中下居位一本吉沙藏的经本与高丽藏的经本，此时八相成道中之第八般涅槃相。涅槃旧以为灭度，新以为缘起。这个新旧两个字是以玄奘大师为界限。玄奘大师以前所翻的经都叫旧译，那么从他以后呢都叫新译啊。这个新旧啊是这个意思。就意是玄奘大师以前犯作灭度，灭是灭烦恼，灭习气，灭生死的果报啊，这个统统都灭了。度是度脱六道轮回，度脱十法界啊，是这个意思。印度涅槃里头是有这个意思。心犯作缘起，缘是圆满，功德圆满，功德里面就是讲的智慧德能相好啊，样样都圆满了。即是清净即灭啊，所以这两个字要连起来才行。圆满还有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执着，那不叫做灭度啊。圆满啊，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涅槃的意思啊。小乘涅槃脱离了六道轮回，大乘涅槃呢不但脱离十法界，而且还脱离了十宝庄严土啊，叫究竟涅槃。啊，这个意思我们现在总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下面解释是灭度者，灭生死之因果，度生死之破流啊，取的是这个意思。涅槃经曰：灭诸烦恼名为涅槃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通通都灭了啊，我们一般讲都断了。立诸有者乃为涅槃，
这个住有，有是有因有果，烦恼是因，生死是果报。啊，果报里面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啊，还有四圣法界里面的变异生死，啊，分段生死它没有了，它有变异生死，啊，都包括在立住有者范围之内，啊，也就是三界有，四圣法界也有。有显首心经六素，啊，显首大师心经的注解，啊，里面有解释涅槃此云缘起，为得无不备也，缘缘得就是智慧得能相好，样样具足啊，没有一样欠缺啊，就是慧能大师明心见性之后所说的第三句话，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就是此地缘的意思。障无不尽，障是烦恼业障啊，全都断尽了，这叫极，叫清净寂灭。我们常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寂啊，有起心动念，寂就没有了啊，虽然是非常微细波动的现象啊，几乎我们自己没有方法觉察得到，但是它真有啊，也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1600兆分之1秒，那叫一念，那一念心就不寂了啊，那一念都没有，这才真正叫寂。所以这个意思是妙觉如来果位上的事情。又真解曰：意冲法界，意是义理啊，道理冲遍法界，德悲恒沙啊，德就是智慧德能相好啊，背就是具足，恒沙是形容，像恒河沙那么多，这是原的意思啊。体穷真性，妙觉相累，这是极的意思啊。体穷，这个体在此地是动词，就是我们体会其如，也叫真的，有这个意思的啊。穷是真到底了啊，体会的究竟圆满的真心，真心就是自性，就是法相，就是诸法实相
啊，证得究竟圆满的真性，啊，妙觉相类，啊，妙是非常巧妙，觉不再受一切现象之类了。换一句话说，一切现象呢，不会影响你了。一切现象无量无边呐，现代科学家把它分为三类啊，跟释迦牟尼佛分法完全相同。释迦牟尼佛也是把它分成三类啊，是名词不一样啊。佛法里面称它为无明业相、转相、境界相啊，这把所有一切现象全包括在里面了啊。业相是自然现象，转向是精神现象啊，我们今天讲心理的现象。境界相呢是物质现象啊，宇宙之间一切万象总不出这三大类啊，全包括了啊。现在科学的名词啊，称阿赖耶的业相，他们叫做能量啊。阿赖耶的转向，他们说作信息。阿赖耶的境界相呢，科学家说它作物质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啊，是现代科学，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啊，释迦牟尼佛说这个事情是在3000年前，宇宙的奥秘。啊，科学家把它揭穿了，不容易呀。啊，科学家揭穿了，还是凡夫，不是圣人啊。大乘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什么人能见到呢？八地以上菩萨51个阶位，上面是佛，念佛一共是52个阶位。八地以上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5个位次，最高的5个位次，他们知道。他们怎么知道？他们看见了。啊，《心经》上说的好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是什么？就是这三种现象。啊，这三种现象在哪里呢？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佛法给我们讲的，在毛端上，在微尘里啊，现在的科学家说的在粒子里面，在夸克里面，在量子里面啊，科学家是这样说法啊，真的。佛法讲最小的物质，极微之微，
被现在科学家看到了。佛法讲的这高位菩萨看到，那是从定功里头看到的，不需要仪器。他的心真正清净到基础。于一切法当中真正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他看到了，不需要用一切。科学家是凡夫。用现代精密的仪器去观察，也看到了。菩萨看到他没起心动念，所以他是圆寂的境界，就是涅槃的境界。科学家呢，不但起心动念，他还分别执着。换一句话说，完全是六道凡夫。六道凡夫借着精密科学仪器也发现了，也看到了。但是科学家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依旧是凡夫，还要继续搞生死轮回，不一样。换一句话说，佛法是用你自己本能，见到事实真相。科学家是借助数学，先从数学里头去推断，可能有这个桩事情，再用精密仪器观察来证明。要观察很多次，一次两次怕是偶然的。上百次上千次，这才下定论。真有这种事情。那么近代科学的发现，对我们学佛的人，我们是凡夫。佛经上这些奥秘，我们学经教的人，在过去不能不承认佛说的，怎么敢不承认？虽然承认了，又怀疑，真的吗？现在看到科学报告，我们相信了，我们对佛佩服的五体投地，没话说。我们相信了，我们不怀疑了。可是佛教给我们的路子，我们还是要照走。我们必须，要想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向这条路上去走，将来我们自己不需要仪器，我们亲眼看见了。到我们看见了，那你自己就晓得了，你已经到拔地以上的程度了。你没有到拔地以上，你看不见。你有障碍。拔地菩萨那个心定下来。那个定功不是普通菩萨的定功啊！那么微细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0兆
个波动现象，你都能看到。啊，320兆啊，一秒钟1600兆的生命，这么微细的这波动现象，你看到了。这叫缘起，啊，所以妙觉相类也，知道这个相啊不是真的，相是刹那生灭的。般若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真法界里头的一真庄严也不是真的，啊，是自己无始无明习气那个状态之下发生的。啊，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十报庄严土一真庄严没有了。啊，回归到常寂光，常寂光纯真无妄，啊，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慧能大师不简单啊，开悟24岁呀。啊，他说的这五句话就是他自己见到的。啊，见到自性，自性是什么样子？本自清净。啊，自性从来没有染污过。啊，第二个现象，它不生不灭。啊，换一句话说，它没有波动现象，波动就是生灭现象，它没有，它是清净的，它是平等的，没有波动现象。第三个，本自具足，它怎么看见？啊，第四个，本无动摇，真心是不动的，妄心是动的，阿赖也是动的，真心不动。我们不动是真心，我们动了是妄心。啊，真心能生万法，啊，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法都是真心所现所生。啊，所以大经上常讲，整个宇宙是心现识变。啊，这里头这么多变化，谁在主持变化呢？变化是事。实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有这个东西你就看到变化，变化没有穷尽，没有相同的，就像万花筒一样，你只把它转动，千变万化。啊，这个里头没有理由可循的，啊，是自性的本能，发而入世。上知经论，啊，上面所引的这个经跟论，啊，来注解灭度。表法身大士专知佛果，啊，表是表法了。
啊，这些人不住灰灭，灰是灰身，不要身体了，灭是把念头灭掉了，不起心，不动念。啊，这是什么人呢？阿罗汉跟辟支佛，他们证到这个境界，有这个能力，他身就不要了，念头就不起了。啊，他住到什么地方去？住叫偏真涅槃，相似的涅槃，横向涅槃，不是真的涅槃。啊，也叫涅槃。你看，但为绕仪中下二乘，善巧方便的，而示现入灭之相。啊，化身菩萨，华严经上讲的41位法身大士啊，他们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两边都不住，这是大乘菩萨。大乘菩萨这个境界叫无住涅槃。啊，他证得涅槃了，他不住。啊，他不必回身。啊，身是身体，身体死了之后火化了，就变成骨灰了，叫灰。是这个意思。啊，灭呢？灭是灭意识，起心动念。啊，是这个意思。如果灰身灭念，啊，佛法的名词叫智，灭智，智就是念头，你就不能教化众生了。你自己可以享受清净寂灭这个境界，啊，但是对众生不能够布施恩惠了。啊，化身菩萨不然，他证得这个境界，他还把身体留在世间。啊，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啊，就证得这个境界。他没有回身，他没有灭智。他出定之后啊，到落叶园从事教学，这一教了，教了49年，啊，才毁灭。啊，这是大乘菩萨了。啊，在中国六祖慧能大师为我们表演的，就像世尊一样，他们这种能力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那么在印度当时大家求佛出世，释迦牟尼佛就以佛身而为说法。慧能大师在中国也证得了圆寂了，他没有毁身灭智，32应里头在中国应以比丘身
出现在世间，他就以比丘身来教化众生。啊，成为禅宗的一代祖师啊。啊，这个做法比小乘高啊。啊，善巧方便的，而示现入灭之相，如《法华经》受量品上所说的：“若佛久住于世，不得之人呢，不种善根，贫穷下贱，贪着无欲，若于意想妄见妄中。”啊，这是说佛为什么不常住在世间？常住世间呢，就起了副作用。啊，为什么呢？不得之人呢，不种善根。啊，佛久住在世间嘛。什么时候找他跟他修都来得及吗？何必那么着急呢？啊，凡夫因循苟且，把光阴错过了。啊，贫穷下贱，贪着无欲享受。啊，所以他们入于意想妄见妄中，就是我们讲妄想啊。这个我们在先前都看到了。若见呢，如来常住不灭，便其骄姿而怀厌态。不能生难遭之相恭敬之心，这真的啊！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到啊，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住了38年，我们外地到台中去亲近老师，我们的心态跟当地人完全不一样啊！当地人确实傲慢啊，那种态度，他们常亲近老师啊，他们对于真正学习有厌倦，有懈怠。啊，老师常常在，没关系，今年没学好，明年了，明年没学好，后年了，有的是时间的。啊，老师常住时间的，啊，我们外来的人不一样，在那时间很短，分秒必争，希望多学一点。啊，我们机会难逢啊。这就是为什么在身边的人学不到东西啊，不如外头来的人，道理就在此地，非常明显的啊。我亲近李老师，32岁，在台中住了1年3个月，就是15个月。
我出家了。啊，我出家的时候，我知道老师心里很难过。啊，那个时候没汽车，三轮车。啊，交通工具三轮车。老师自己没有三轮车。啊，送我到火车站。啊，叫了一辆三轮车，叫我跟他坐在一起，他送我到车站，我都看他流眼泪。啊，我离开台中，到台北圆山灵济寺出家了。啊，听到台中的同学，他们到台北来看我，告诉我，老师讲经的时候骂人了。我说怎么骂人？台中同学跟他十年了，你们十年什么都没学到，学到的人走了，啊，他没提名字，大家都知道是我，学到的人都走了，所以他跑到台北来找我，你学到了些什么？我说我学的跟你们一样啊，老师没有单独给我说，教给我东西啊。啊，讲经教学大家都在一起啊。那老师为什么说你学到不行？我说可能心态不一样。我们在台中的时候是分秒必争，住一天是一天的福报，非常珍惜。你们在台中大概有的是时间。啊，十年不行，20年，20年不行，30年，你们是这种心态，就懈怠懒散，原因在此地。啊，我们怎么敢懈怠呀？在台中没有根了，没有家了，啊，随时会离开呀。啊，机会就太难得了。啊，一般人心目当中有一句话，常常讲的，啊，多少人要告诉我，我身边无子辈，啊，这么多年来没成就，啊，什么原因呢？老法师讲经是为他们讲的，不是为我讲的。这个心态很普遍啊，古今中外啊，在所不免啊。当年在台中，台中同学还不是的，老师讲经是为那些人讲的，自己好像都成就了。啊，老修行了，一说十几年、20几年，资格都很老。其实什么都没听进去。啊，我们从外面去的人不一样啊。我们的心态，老师句句话都是为我一个人讲的，我们完全接受了。啊，老师在上课教学，你们不肯接受，我肯接受。道理就在此地。啊，你们对老师表面上恭敬，我们对老师是内心里头真诚的恭敬。啊，印光大师所说的，一分诚敬得一分礼。十分沉浸的十分礼啊，我们对老师那个沉浸心是不是100%？不是啊，我常常讲真话
我对老师的诚信，20%-30%而已啊。哎，我就能得20%-30%。那你们对老师的诚信呢？1%-2%而已啊。那我们当中就相差10倍。我劝他们要珍惜。不珍惜，不恭敬，不真诚，你跟老师住一辈子。38年，差2年就40年，你什么都没学到，一生白跟了。跟我30-40年的人有啊。我在台湾建立华藏图书馆那一年，是我讲经教学第20年，也就是出家20年。我们有了个图书馆。才有一些同学在图书馆出家。那么到今天也有33年了。悟弘就是其中一个。悟道悟本这最初的。图书馆开幕没多久，他们就来了。32、33年，如果真学，30年的事情，在古人来讲，得三昧开悟是很有可能的。时间呢，全空过了。古人教给我们的方法，人人都会说，没有认真去做。戒律，德行上扎根，为什么呢？因戒得定，因定开慧眼。中等根性的人，3、4年能得三昧。7、8年就很有可能开悟了，不能大彻大悟，也可以达到大悟。大悟的境界能通一宗，与这一宗相关的经论法门都能通。大彻大悟那是全通的，事出世间法全通的。修行修什么？这个经文经题上讲得很清楚，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修觉心，
那个觉心的标准就是三皈依，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你要是用这个为做目标，你的生年成就不得了啊！啊，几个人就干了，没人干了。能说的人有啊，真干的人没有啊。啊，没想到我们发现一个真干的，刘素云居士。啊，他用了十年功，一门深入，长时间修，我们不知道。十年成就了，我们才晓得。这个不在身边的。啊，那么像刘素云这样真干的人有没有？我相信有，我们不知道。真干的人也不愿意人知道。啊，他不要名闻利养。啊，他自己成就了。有缘教化众生。无缘呢，自己到极乐世界去了。真成就了啊！啊，所以这个地方的经文讲得非常好，古今中外都有这些问题。尤其是先前的社会啊，跟古人比是不能比的啊。所以见到佛要真的常在不灭，教子厌怠决定有的啊，难造志祥恭敬之心生不出来啊。是故如来虽时不灭啊，释迦牟尼佛79岁示现灭度，实际上他真的没有灭啊，表演这个相，非灭现灭了，故云示现。作此示现呢，为度中下之急，是为中下之急更新的人呢来表演的。那这一表演呢，大家心里震动了啊，佛不住世了，参出业障，认真学习，哎，有一批人就得度了，用这个方法。啊，让一批人警觉到了，跟佛有缘的人，在这一个表演之下了，全都得度了。若是上根，上根是在佛法会当中，就是讲经教学之中啊。已经大彻大悟的人，啊，慧能大师当年在世，在他手下，在他麾下了，大彻大悟，达到他同样境界的有43个人，在中国过去没有过
六祖大师灭度到今天也没有看见过，太殊胜了。我们在历史上看一个老师麾下能有三五个明心见性的，就不得了了，就不多了。43个，在中国佛教史上只有这个人。所以上根人见性的人，他们清楚啊，再见如来无所从来也无所去，本离生灭，何有涅槃。表演的是故隋朝智者大师度法华药王品，亲近灵山一会，俨然未散。智者大师度法华经，读到药王品，他老人家入定了，定中境界出现。定中里面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没有时间就在当下。他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华严经，讲这个法华经，他还听了一堂课。出定之后告诉大家，世尊在灵鹫山讲灵法华经呢，还没有散，还在讲。那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没有灭度啊。我们如果要有智者大师那种定功，能不能见到弥陀，能不能见到释迦，随时都见得到。有这种功夫能回到过去，能看到未来。没有一样不清楚，没有一样不明白。这是我们自己的本能，不是从外面求得来的。心清净就现前，心染污它就不现前。就这么个道理。所以就晓得清净心多重要。清净心没有别的，放下。放下是心放下，事不相干了。但是一般人呢，他老是挂念这些事，这个事就妨碍他清净心了。那事也放下，功夫真正提升了，事不相干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放在心上干什么？不放在心上，再多的事情也没事。
这是我们要学的。不要被外面环境所累呀，你真的得到解脱了。特别是在我们现前这个大环境当中，找一个清净地方修找不到了。真有本事，什么地方都是清净环境，心静，在万物都静了。这妙就妙在此地。哪个地方找清净环境，处处皆是啊，没有一处不清净啊。决定不被它干扰，这个成就比一般修定的高。一般修定要找个环境，你什么环境都在定中，他就比不上你。一切时一切处求心清净平等处就对了。这是说明世尊没有生灭，示现生灭。为什么示现？给中下程度的人给他看。告诉佛住世不是像你想象的。他也是短暂的，遇到了一定把这个机会把住，绝不要放松。这就对了。八相成道还没讲完。后面呢得用无妨啊。这里头分两段，一个是自利德，一个是利他德。自利利他了。自利里头有两小段，这是第一小段，定慧等持。经文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入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首先这个自利你得到什么？定慧。定慧是平等的，这个很重要，就得受用。如果定慧不平等，那就起反作用了。慧多定少，人浮躁，妄念很多。定多慧少呢，容易昏沉，精神提不起来。必须要定慧平等，要等持，才能够起如禅定的境界，才能开悟。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解。三摩地，你看他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不是一个住是很多。三摩地就是禅定，三摩地是梵语，就称三昧，就以把它译成三昧。三摩地，三摩地，这都是梵文的音译，梵为定、正定、正受、调止定、正性行处等持，这是都是三摩地的中文的意思。它是什么意思？梵为定，戒定慧的定。
啊，又翻作正定。啊，鉴别它不是邪定，正受，受是正常的享受。啊，我们凡夫享受的是什么？佛法讲啊，五种受啊，所有一切享受归纳起来，不外乎五种。身体有苦乐两种受，那心里面呢有忧喜两种受，另外一种身没有苦乐，心没有忧喜，这个很好。这叫舍受，实际上这就是真谛，这就是三摩地啊。为什么不说三摩地不说真受呢？因为你时间很短，你维持不了好久，你的心啊又动了，不落在苦乐忧喜啊，这个总是妄念都起来了，烦恼都起来了啊，所以保持不住。如果真能保持着舍受，舍就变成定了，舍就是放下了。啊，身苦乐放下，心忧喜放下，这人就入定了。啊，那就要得三昧了，调止定。啊，调是调理，啊，直是正直，啊，这都是三摩地的意思。啊，正心心处，心住在定中。世尊在大小乘里面都说过，智心一处，无私不办。那个智心一处啊，就是此地讲的调止的真心心处，就这个意思啊。那现在科学家叫是专注，极端的专注，调止的正心心处也是这个意思，心要专注，不能分散。啊，那我们今天念佛的人，我们要把心置在一处，这一处就是阿弥陀佛，智持名号啊，啊，智心一处。要是把阿弥陀佛放在这个第一处啊，那个功德无量无边的，那就是修三摩地啊，修成功了，你就常住三摩地中你成功了，你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肯定十八土上辈往生。啊，为什么？你已经修得智心一处，阿弥陀佛来接引的时候，把你这个功德就提升了一倍啊，佛光一照马上就提升一倍，上上品往生的啊，不是华严经十住
实行实回向的地位啊，至少提升到《华严经》上地上菩萨地位，真正是摩诃萨了。我们可以做得到，不是做不到。问题就是肯不肯至心一处，至心处，其他事情别管了，管他好事坏事、邪事正事，与我不相干。我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见到人都笑眯眯的阿弥陀佛。啊，你问我这好，我那个也好，那好也好，不好也好。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没有议论，没有批评。看到你是好的，统统赞叹；不好的，不赞叹就行了。这是普贤誓愿呐，礼敬祝福，对一切众生平等恭敬心，见一切众生行事善的赞叹，不善的不说话，不放在心上，心里头清净平等就。心里面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清净平等就，清净平等就就是阿弥陀佛。这部经上讲的，清净平等就是阿弥陀佛的别号啊，不可思议。心里面有阿弥陀佛，就是心里都有清净平等觉。清净，我什么都不染。什么是染污呢？自私自利是染污，名闻利养是染污。七情五欲是染污。让我心不清净了。我念这句佛号是为什么？就修清净心。我心里就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是清净平等觉。一切人事物看不惯的，我全习惯了，我通通看得惯了，我没有分别了。你多自在呀！你要晓得，清净平等呢是三摩地，是奢摩他，是禅奥。心常住在这个地方，三年五载，哪有不开悟的道理？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彻悟。你一定是一个等级一个等级向上提升。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不但呢，你得三摩地了，你还得陀罗尼，你悟入华严三昧啊，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什么境界？真的是地上菩萨，这不是普通人自利得了。下面制度论说。大智度论是讲的，善行一处，住不动，是名三昧。我们今天把善行一处换成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住不动，这就是三昧。又一切禅定，一名定，一名三昧。所以禅定。也是梵文三昧的意思。一切禅定摄心，皆名三摩地也。情也，真心心处。这个论。是鸠摩罗什大师那个时代翻译的。罗什大师住的地方遥遣，但是秦国，所以说秦也。秦也就是中国话。三摩地就是真心心处。又《法华玄奘》曰：“梵云三摩地，此云等持，等是平等，持是保持，平等持心。而至于净，即是定也。等持，我们的经体上有平等。”清净平等的，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清净平等。天台曰，这个天台就智者大师。若以空慧照住禅定的种种法门，畜生乃至无量三昧，这是智者大师自己修学的心得报告。真正修行人。心就是空慧，空是放下了，烦恼习气全放下了，智慧现前，智慧自然现前，因为智慧是自性里的本有的，因为有障碍。障碍是障碍你心不空，你心里头只要有就是障碍，心里什么都没有了也是障碍。为什么是障碍？你心里头有个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没有也没有，这真的空了。那就生智慧了。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我心里什么都没有了，你看还有个我心里什么都没有。没空得了啊。真的把起心动念放下了。在一切境界里的。不起心不动念，这最高的功夫二乘人做不到，全教菩萨做不到，所以全教菩萨的功夫只能够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他做不到这化身菩萨的功夫空慧照诸禅定，
种种法门。这个照就是观照、照见。照见不是眼见，是心见，叫心眼啊，见到声闻缘觉，诸菩萨所修的禅定法门，叫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修禅定。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呢？我们用持名来修禅定，这个要知道啊。我们就支持名号，会得定，心里只有阿弥陀佛，其他念头都没有了，就得定了啊。心里面有阿弥陀佛，还有其他东西没得定啊，没有得定，说明念佛功夫不得力啊，不必去找个什么环境，那没有什么用处的啊，什么环境都无所谓啊。真的记住《金刚经》好，《金刚经》里有几句话一定要记住，时时提出来关照。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法上应实，何况非法？这些非常重要的句子，我们遇到事情啊，是受干扰的时候，你把这几句话念念，问题解决了。啊，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弹指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皆有时，不是全家的了。啊，我们如果真的契入了这个境界，不跟观世音菩萨一样吗？照见无蕴皆空。弥勒菩萨说的这个就是无蕴皆空。啊，无蕴怎么空呢？念念不可得，这念头太危险了。啊，一秒钟，1600兆的生灭，你怎么能抓得住？所以，对一切法，欲望就淡薄了。知道欲望什么？全是妄想，全是造业。全是障碍啊！一切法里头决定不可得啊，不能占有决定，不能支配弥勒菩萨说得很好，念时极微细，不可支持啊！啊，我们要控制，要占有，全是妄想，那就是造业。为什么呢？你掌握不住，佛菩萨都掌握。他的速度太快，他永远不停。他如果停了，这个世界就没有了。啊，好像我们看电影，啊，电影里面的放映的底片突然断掉了，马上就没有。一念停了，念念都没有了，都不停啊！啊，但是前面妄念跟后面妄念不是一个，
这一定要知道。所以相它不是相续相，每一个念头里面的相分都不一样，没有一个相同的。啊，当初出生马上就消灭，所以般若经上告诉我们，事实真相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完全是事实真相啊！啊，我们是全迷了啊，不知道事实真相。那现在这个真相被量子力学家发现了，我们对佛法产生无比的信心。啊，我们深深相信，二三十年之后，佛教在这个世界不是宗教了。啊，是什么？方东梅先生所说的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啊，变成哲学跟科学的顶尖了。啊，佛经里面所讲的五桩事情，伦理、道德、因果、科学、哲学，五样都讲到登峰造极，你这还得了吗？我们再看下面，精进于而心灭度之下，啊，接着说，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表诸大士，虽是涅槃之相。而时时不生不灭，平等常住之如如法身呐、啊，是诸大士先是得真普贤，从古相应者也。这都是赞叹世尊。讲经时候，在座的这些菩萨中，啊，赞叹他们呐、啊，他们都是得尊普贤。换一句话是，都是修普贤行的。普贤行是菩萨最高的。最圆满的德行，啊，这是大乘菩萨所必修的。佛说得很好，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啊，圆满成就佛道，一定从普贤行里面出生。啊，普贤行第一个礼敬诸佛，就是李老师教给我的至诚感通。
普贤行不容易做到啊。普贤菩萨心目当中，一切众生皆是阿弥陀佛，我们做到啊。他跟我们看法不一样啊，他见到真相啊，真相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普贤菩萨所见是本来是佛啊。现在呢？现在他有染污，他有迷惑，佛法里称他为凡夫，但是要晓得，这些凡夫本来是佛。普贤菩萨看本来是佛，所以他真诚恭敬，平等恭敬，他没有分别。我们应该学，学什么？把傲慢的习气断掉。嫉妒障碍断掉了啊！嫉妒障碍、傲慢，是我们修行里的最严重的过失。有这个东西，不能成就。这礼敬诸佛，把这个消掉了，真放下了。啊，还有一丝毫傲慢的习气，瞧不起别人，不行，你这个业障没除掉，业障除掉才能做到。啊，这是最高的菩萨行。啊，称赞如来，没有丝毫嫉妒。啊，别人有好处，做的是好事，啊，利益众生的事业，我们要欢喜赞叹，全心全力去协助，这就对了。啊，他做的是坏事，不是善事。我们绝不批评，不要放在心上就对了。啊，我们放在心上，错了，批评更错了。啊，应该什么？做出正面的样子，给他看到。让他慢慢醒过来，觉悟过来，这就对了。现在我们懂得，念力能量之大，不可思议。这讲的什么呢？讲的回向功德，不可思议。这回向是我们做的，他没做。但是我们的心清净平等，我们意念集中回向给他，他真能得到。啊，我修的功德跟他修的就没有两样。只要他能够接受，对他就大幅度的提升。这里头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阿弥陀佛。他将他自己本愿功德回向给我们啊，有我在其中啊，
我怎么没有感受到呢？他真的给我了，他的那个信息传递，我确实收到了，收到自己不知道。这什么原因？自己有业障。我们把自己的业障清除了，阿弥陀佛的信心也全都收到了。中国老祖宗说的话说得好：“行有不得，凡求诸己。”要知道，宇宙之间，外头没有过失，过失全在自己。你要能够肯定。所有过失都在自己，不在外面。你做佛做菩萨就很快了。为什么？你很接近。如果你认为我没有过失，过失都是别人，你跟自信心得了距离很遥远。中国老祖宗讲这句话，佛教没传到中国来呀。行有不得，凡求诸己。佛教传到中国才2000年。这个话是中国3000年前老祖宗说的。我们能凡求诸己，才能成就真实功德。过失不在外面，都在自己。只有自己反省，只有自己改过，就能解决问题。所以这一些人都是化身菩萨，都是从果相应，从果相应才来表演的。他们都证果了。下面再解释又陀罗尼。就是第二句，即得一切陀罗尼。陀罗尼是梵语，此梵为持，保持、总持、能持、能遮。这个遮的意思就是防范。一切不善的事情，它可以防范。有这几个意思，通常我们都把它翻成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义，用这个来翻这个陀罗尼。知读论语，陀罗尼者，勤也能持，或者能遮。能持者，即种种善法；持令这个能持令不散失。这是陀罗尼的意思。譬如碗起盛水，水不漏散。好比我们盛水，水瓶，水杯子。是完好的，水放在里面不会漏掉。陀罗尼这个意思。能遮呢，是我不善根心生，能遮不灵生。这是他第二个意思。他能遮，
这就是止住，能止住恶，不善根现身。能者应不生的，不让不善的念头升起，不善的言语，不善的行为，陀罗尼都能把它止住。若于作恶罪，持令不足，是名陀罗尼。陀罗尼有这两个意思，总一切善法，持令不施；总一切不善法，持令不生。这是什么？这是定慧呀。定慧起的作用是总持啊。又云：菩萨得是一切三世无碍明灯诸三昧，于一业三昧中得无量阿僧祇陀罗尼。你看，从三昧当中得陀罗尼，如是等何惑啊，名为五百陀罗尼门，是为菩萨善法功德藏。这都是《大智度论》里头说的。菩萨得一切三世无碍明灯三昧，明是定慧，它代表智慧。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无障碍的智慧。当然，这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等那就是细说无量无边无有止境的诸三昧。佛法里头常说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三昧。于一业三昧中得无量阿僧祇陀罗尼。陀罗尼从哪来的？陀罗尼从定慧当中得来的。没有定慧就没有陀罗尼。那么我们今天总持法门没有，我们对一切善法保持不住，对一切恶法也没有办法叫它不生。这是什么原因呢？没有定慧。我们用什么方法修定修慧？而且是定慧在大乘法律第一高明的方法，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就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这个话就老僧常谈的，真正知道这一句话利益功德
人很少啊，还得修这个三昧，修那个三昧，都在忙着搞这些，不知道啊，念佛三昧，三昧中王啊，这话是佛说的，不是别人说的。那无量无边三昧当中，没有比这更殊胜的。现在在我们面前，我们都没有能把它看重，没有把它掌握住。这几天有外地同学来看我，他们也很难得。2012全球危机要到了，我们怎么应对？他们想的不错，叫我们全世界净宗的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念阿弥陀佛，来化解这个灾难，行不行？行，好事。这个念力能量之大，真的不可思议。确实能把灾难化解减轻，把灾难推迟，真有这个力量。今天地球上这些危机，实际上都是16世纪。也就是400-500年前法国的预言家诺斯多玛斯所说的。这个灾难在什么时候99年，2000年那个时候爆发。我们很清楚啊，那是我们在国外啊，全世界我相信凡是信仰宗教的人都会为这个事情祈祷，所以灾难推迟了，一直推迟到现在。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推迟的原因，说什么根本就没有灾难。这些预言家是他们讲错了，根本没有。他们也不承认这些宗教天天祈祷会有这个力量，不相信啊，不相信，于是加倍去找我。2010年到今年2021年，12年前了。这12年当中造的业，超过过去100年都不止。那怎么样呢？越往后灾难就越重，累积的恶业多嘛，不就这个道理吗？所以从这上看，还是早一点报掉好，早点报掉轻嘛。现在要爆发的时候，真的相当严重啊！当然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个现象所以我们讲经，每一堂课都回向祈求佛菩萨化解灾难。我们不希望看到灾难，可是根本的问题是要地球上的居民回心向善痛改前非，
这是治本啊。这个祈祷，念佛祈祷是治标啊，不是治本啊。啊，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在国际上、宗教界，我都是鼓励所有的宗教恢复教学，啊，教什么呢？现在这个世界，这个地球上的教育，只有科学家技术的教育，没有伦理，没有道德，没有因果，没有神圣的教育。啊，我希望宗教界能把这个缺陷补出来。啊，寺院、教堂天天讲道，讲什么道？讲伦理之道，讲道德之道，讲因果之道。啊，大家都觉悟了，都明白了，人确确实实应当相亲相爱啊，互相关怀，互相照顾，啊，互助合作。不应该竞争，不应该斗争，更不应该战争。啊，能把这些不善业从自己心地上消除，灾难自然就没有了。啊，回向为什么会有这个力量？我们祈祷为什么能产生这些力量？佛讲得很清楚，境随心转。大乘教佛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心想这个能量太大了。啊，如果大家集中，把这个能量集中，会产生很大的力量。真的能把灾难减轻，啊，可以减轻一半以上，可以把灾难推迟，啊，推迟对真正修行的人有好处，让他有足够的时间达到他修学的目标。啊，不能推迟也有好处，修行人知道时间有限，等于说他克期取证。啊，那么到明年12月21号，这还有300多天的时间。这300多天的时间，要全心全力去修啊，够，时间足够。啊，取西方极乐世界上辈往生，不是做不到的，真能做得到。啊，这一次悟凡中阴身往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呐。啊，真的，如经上所说的，如祖师大德所说的，这个法门，烦恼不需要断，业障不需要消，
只要把心换上阿弥陀佛，烦恼自然断了，业障自然消了，妙极了啊！我们不要去想业障了，不要去想烦恼了，把心的力量集中在阿弥陀佛，什么事情都解决了，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那么同学提倡这个问题来，都是慈悲心，都是善意。他希望我们从现在起，从今天开始，到2013年5月，也就不到2年的时间，每一天晚上7点钟到10点钟，这3个小时，同时，全球各地的净宗同学，每一天念3个小时阿弥陀佛，好事情。他说对我们这个灾难化解，至少有3-4成的效果。不至于产生呢重大灾难呢。这个建议，我希望同学放在心上，从今天起，到2013年5月，每一天晚上7点到9点。把所有一些工作放下，专念阿弥陀佛，对自己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第二个希望化解地球上的灾难，我们看底下于1亿3昧中得无量阿僧祇陀罗尼，如是等合后名为500陀罗尼门，是为菩萨善发功德藏啊！陀罗尼是翻成中文是总持啊，菩萨总持善发功德藏。菩萨也有这个能力，陀罗尼另外一个意思，能够遮止恶法功德藏，让一切的恶法不能成就，让一切善法成就。这定慧功能呢，才有这么大的成就。该三昧定也，定力发慧所得，说为陀罗尼。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